买车卖车不懂行，就找老胡来帮忙。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胡侃汽车。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啊，很多热情的粉丝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老胡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一解答。你好，老胡，我是山东临沂农村的70后，想买一台入门车，也是打算长期拥有，打算10万落地，以省油后期维护成本低为主，关注了荣威 i5 和长安逸动自动挡，还有价位稍高点的宝来。四缸英朗和轩逸自动挡，麻烦胡老师给点建议。如果你是在比较小的城市长期持有，我建议你在日德系里边选一个吧。宝来现在这个传奇啊，优惠力度非常大，大概4到5万。再就是，你比如说丰田的威驰啊，还有这个本田的飞度，现在10万块钱左右差不多能落地。我建议买合资品牌吧，毛病少，保值率好。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。胡师傅你好，我想给女儿买辆7万以内可以落地的自动挡轿车，是否可以麻烦您推荐一下，进口的、合资的或者国产的都可以，非常感谢。7万左右落地，要这个自动挡的轿车，那么合资品牌除了奥拓以外啊，恐怕没有什么了啊。这个奥拓已经铃木退出中国市场，所以在这个区间你只能选自主品牌啊。你比如说长安的逸动啊，奇瑞的艾瑞泽，吉利的那个远景啊，这些车都挺靠谱啊。这个7万左右落地，老胡的推荐你看一眼东南的 A5E5 啊，它虽然挂东南的标，但是这个发动机、变速箱啥的基本都是原装的啊，就是有些用的是合资品牌的啊。它这个品质呢，虽然是自主品质啊，自主品牌，但是品质也向那个合资品牌看齐了。我估计7万 A5E5 1.5CVT 的应该能落地，希望我回答能帮到你。胡老师好，我是一名新手，想买人生第一辆汽车，主要代步看重经济与省油，看了威驰8.5万、飞度最新款9.5万、宝来传奇9.5万、朗逸10万，都是税加保险的价格。现在购买哪台车都给加装倒车影像、导航等，不知道如何选择，希望胡老师百忙之中能给解答。这位朋友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哈，我觉得女孩你建议你买威驰吧，或者是智享啊，广汽本田的智享也可以，价格便宜，量也足，而且那个特别轻快啊，适合女孩用。如果男孩子，我建议你可以考虑飞度啊，这个飞度最新改款，动力十足啊。本田车不都号称买发动机送车吗？本田车的动力性还是相当好的啊。朗逸呢是中庸之选啊。男女都能可以用啊，如果你家里边一台车，您和您爱人都要用啊，可以考虑朗逸1.5啊，宝来1.5，现在他们的优惠力度都不小啊，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，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胡侃汽车，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，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。